手机也太厚了。早安，玉人早安。早安，早安呢、啊，笑笑。早安，笑笑。今天化好妆了，对啊，化好妆了。早安，黑流星，早安，家树，早安，好人。早安，福福妈，早安。昨天看到信仰就知道你在想我。哇，谢谢黑流星的真情哎告白气球，昨天看见了，而且昨天的夕阳真的很大。吃早餐了吗？我是还没吃，正在吃，超大颗的。对啊，昨天我回家的路上真的超大一颗。手机拍都拍得很漂亮。因为我们都在练习呀、啊、对啊。好人谢谢你的四叶草。真的很久了。嗯，这有乌诺，什么意思？我看到乌诺发的影片跟 CEO 发的直拍影片，不会辛苦啊，这个是自己的工作，反而觉得好玩，因为可以跟大家一起。过年的时候都没跳。好的，要多练习。好，有啊，早安小野木 ，Hello 小玉 ，Hello 花心大萝卜，蔡大胆欢迎，迷迭香太艺欢迎，早安佳阳，早安小胡小杰。应该是光线吧。早安泱泱，海源咖啡这，好久不见太硬，嘉阳谢谢你的相遇。Good morning 勇哥，哲伟早安。Hello 志伟哥早安。我想说什么？有仙女在直播，太夸张了你。好人谢谢你的专业直播间。我还赖在床上下不去，能好好休息就好好休息呀、啊。今天光线很赞吗？真的吗？其实阿信，嗯，早安就医，我也好想赖在床上，没有，我今天很早走，很早。你要忙什么？陈家树，谁准你走？吉米周早安，就一早安，谁都不能走，因为有仙女把光吸引进来。少来了你乌诺。Hello， 你家那边会人吗？会啊，我觉得有点冷，就是这边很潮湿。Hello， 谁有？谢谢你的影片，我要看到。我昨天算是12点多睡。早安，哲伟、保罗晚午安。
觉得你躺床上直播不行了，我不重要，大家都重要啊，干嘛这样？当然重要啊，你很重要啊，小布布都很重要啊，每一个进来的都好重要。早餐吃了奶酥厚片跟一份热狗，还有海盐咖啡，85°C 的海盐咖啡。YC 早安，谢谢吉米粥，今天食欲不错。吉米粥，谢谢你的守护灵，我那个快来了，所以吃的比较多一点。嘉阳，谢谢你的掌声鼓励。大腿会越来越粗，没关系。保罗，谢谢分享。弟弟去买的吗？嗯。我们家有三兄弟可以使唤。Bacon， 你有吃饱吗？那是什么 ？Bacon 是什么？小野木，谢谢分享。博俊，谢谢分享。仆人的人数越来越多了，因为我现在搬回来住了，所以就是比较多家人可以帮忙，互相帮忙嘛。工作去，加油，加阳。喜欢今天的造型，今天是什么造型？而且今天的头发很乱七八糟，其实。Hello， 伟林。宝莉的大腿有变粗吗？有。感觉阿丽很常吃早餐是哦，我都是专门吃这个耶。哦，我们吃蛮多东西的。怎么加你一个仆人？就是哆啦 A 梦那家。哦，对对对对，你说什么？有啊，我们有吃饱，而且他东西很多，我们点很多。我觉得有用哎，但是因为昨天我没有洗头，然后头发也比较油，比较塌。可是我觉得有用。欧比王，谢谢你的相遇。我们大家一起出。谢谢玉圆，我的头本来就是两天洗一次啊。谢谢玉人。嗯，可是我觉得串烧这种东西，居酒屋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要点很多东西，很贵你才会吃的吧。谢谢玉人，别再夸奖我了。我们来吃热狗。你们有想去吃那一家吗？那一家有一个拌饭很好吃，可能因为我那一天公演吃比较多零食，所以我到那边，我记得我面很饿。哦，好像有些人就是。法食就是油性的，我算是干性的。是不是当酒屋居酒屋？为什么？这热狗感觉煎太久了，我喜欢。你把主食放在哪？它才是没洗头之神。乌诺还半夜补一碗泡面。我嘴油就好，嘴蛮油的，笑笑是油王。你们在座的都是开玩笑。你们这礼拜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那这样你去过，你们点很多吗？早安，终于，志玲哥早安。
开加油站什么意思？心灵得到救赎，你看超夸张，超油腻。看一下，我宿舍囤了一堆酒，啤酒跟烈酒。哦，宕机了。没有，我刚刚接了一个很重要的电话，我要问那个东西怎么用，因为我刚刚直播前打电话过去没有接，打给我姐姐，然后姐姐就我姐姐就刚刚打电话给我，所以我就先接一下，然后我就跟她说你赶快挂，然后我就说我在直播，然后她就赶快挂。我擦掉了，我最近有一点就是鼻子又过敏，非常之严重的过敏。早安茶茶，早安阿北，过完年变漂亮什么意思？所以我之前都不漂亮咯。阿北，谢谢你的相遇，居然一大早就把妆化起来，眼线太敬业了。随着你突然嘟嘴，还好现在电话已经比以前少很多了。有一阵子立冬真的电话接不停，哎，现在有点不忙了，但我觉得现在也很好，就是可以休息一下。没洗头看起来好像原子族，果果还不明显，猪猪跟果果没洗头马上出。志玲哥线的相遇，这件外套就是这个，我们上次我跟原子族，因为那个潮牌的特价两件3999块，就等于一件2000，可是这个原价是4000多，可是刚好他在做特价，买一送一的概念，超棒！我就买了白色。我长痘痘了，因为那个快来，这边长了颗痘痘。没有，39000，打对折哎。今天阿丽看起来气色不错，阿丽姐有化妆。随心早安，阿波早安，谢谢茶茶。其实我以为你们会，好了，跟你们讲，其实我有染棕色，深棕色，但是因为那个我过年就染，然后我去表演的时候大家都看不出来，是要在灯光比较亮的地方会看得出来，可是因为我是因为我家人他想要试色，然后我就借他染，因为我说我要染黑，然后这几天有预约我的发型，我讨朋友他很会用发型，然后我说我那一天要去帮他叫他染黑，因为我不想染，就是因为那一天我的阿姨想要试色，然后我就帮他是这个颜色，然后好像还蛮自然的，只是因为灯光下的我就是还蛮亮的，可是你们那一天看动漫展的时候就是黑色的。嗯，对。蛮好看，谢谢洋洋。 Sam 欢迎，今天看出来今天很明显，因为阳光有射进来，难怪我觉得哪里不一样嘛，好不好？就觉得有染的说保利有染发也好看，就知道想骗我。每个月一次都要那个来了吗？对啊，动漫展
展示仙女，身上都是光，虽然看不出来。午安一一一一，而且我拍起来也是黑的。对啊，就是拍起来真的是黑的，要在阳光下。对，我在动漫展之前就染了。过年的时候帮我家人试色，然后我现在过几天就要把它变黑了，因为我不想染很亮。然后我那时候就还问我家人，我说你的试色是什么颜色，是很浅的吗？很浅的我就不染。我说如果是就是一般，他说他给我看那个图片颜色很好看，所以我就说哦好，就深深的棕色。嗯， Hello 家树回来了，欢迎回家。对，还是做美发。然后我婶婶是做美甲，所以就很好，就可以去找他们用这些东西。嗯，动漫展大家的美发，嗯，我不想染金。Hello 洛克，宝莉在吃什么？在吃热狗。五八高粱，谢谢你的相遇。早安呐、啊，洛克，很棒，回来了，欢迎的彩色姑姑回来。十八号四周年吗？嗯，四周年才看得到我。巧克力吐司吃完了吗？我是吃奶酥。对啊，我觉得染得太亮了，好像不太适合我。除非是有些需要我染要染才，就是公司啊，或者是工作什么的。我觉得那个势必。就一定要，因为是工作嘛。可是如果是自己的话，应该不会去染到特别红毛、金毛。我嘴唇白就很厚啊，你们是第一天才知道吗？看那么多次嘴巴，奶酥超好吃的。什么意思？嘴唇嘟嘴嘴巴，嗯，有些 MV 啊，可能有些他们需要你做什么发型，你就要做。但是我觉得我们公司算是蛮，我们的风格就是蛮自然的为主。比后竖共还后，那是什么？哎、欸，我这次公演的时候，每次都会看到有人灯牌就写阿力给公，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很可爱、欸、你们，好痒啊的眼睛。阿力会想当 MV 女主吗？我没有特别想要怎么样，我就是一个还蛮个性太随和，就是反正你今天要我去做。外卖小姐，或者是就是外卖服务员啊，或者是什么工作，其实我都还蛮愿意的，因为我会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学习，所以我不会去选择我要做什么。你今天要我去演一个小角色，我也可以，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经验值。去，假如说你叫我，像我之前有陪我叔叔，有一年暑假我就陪我叔叔去，因为他缺小工。我叔叔是工头，然后他就用水泥的那种，然后我就去帮他用，然后所以我就觉得 ，Hello 一凡，八加九就可以染金发了。
那你可以扮演我心中最重要的角色，早安水锤什么角色？也对，有自己特色比较重要。昨天远林比你还早开直播，你们都是这么早起床的呀？贺树供水管的台语 OK， 给供给供。早安啊，早安，安安坤坤，嗨，好期待特工保利哦，我也蛮期待的，因为我觉得我在里面还蛮酷的，就是因为你们看我平时是这么爱讲话的人，如果说就是还蛮爱说话，你知道我在戏里面完全话超少的。你的特色是什么？就是好相处吧，不然有什么？然后很接受每一个来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当下可能有压力，但我是可以去消化的人。就是我觉得我对这个东西是蛮，以前可能没办法消化这些东西，但长大之后就是因为太常经历这种事情，就会懂得怎么消化。就假如说你遇到了一个很白目的人，真的是有时候有很好相处吗？我觉得我算蛮好相处，这是真的，因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不会不理别人，或者是我不会，而且我有时候还会不好意思，就是可能有些人在路上，真的就是他不是认得出我是阿丽，他只是可能就觉得哦，想跟我拍一张照这种，然后我都会啊，就不好意思，我觉得好，真的不好意思，说。我说，因为我可能就是我都会找各种理由，就是可是我不会很直接的拒绝，就是我都会很婉转的拒绝。那小树好像说，好啊，怎么不好？你们都很好，不然怎么跟你们？你明明常常不理我，也很少直播啊，而且我其实很少在，就是我最近有点少打开 IG， 我觉得我最近很少会看大家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就是还蛮，因为我都在。我不想一直玩手机，所以我就会可能做别的事情。这样，草莓奖，谢谢你的草莓奖。就说公司规定不能合照就好了。可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演艺圈的人，有些人他们不知道。如果是知道我是演艺圈，有些人只是因为可能觉得哦我长得漂亮，就想跟我拍照这种，然后就会不好，就是说哦不好意思，我就是可能不方便这样子，然后不好意思这样。你最近跳舞容易掉装备，法式掉。买对啊，一直掉，我一定要向前辈们学习，他们怎么不掉的？志玲哥写的文手里卡兹安安，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喜欢咒语林，我喜欢咒语林吗？那你会不会很容易委屈自己？其实不会，因为我会，我觉得没差。就是假如说好，有一个朋友他伤害了我，就是他背叛了我，但我觉得那个是他自己。那我觉得我跟他相处的就。有相处，我知道他这个人是什么样就好，那我就也不去多说什么，然后就让他这样子慢慢过去。就是我不会把他放心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个性不太一样，所以至少就是我可以慢慢的就是消化自己，而他就是他自己，那他能不能消化这些，那就是他自己的事情，这样。我是这样的人，如果我的家人伤害我或者是什么，我可能会比较容易难过，可是其实都会很快就过去，因为会觉得每个人本来就是个性真的很难去讲，有时候你就听就好，就是有时候可能被家人无缘无故骂，你就觉得哦什么意思这样，可是我就不会讲出来，我就会觉得反正我自己知道我想听什么，那你讲。那我就会这边出，我不想听的，我就这边出啊。我觉得他讲的 OK 合理，那我会进。可是我的进就是啊，我自己知道就好，这样我也不会去顶嘴，我不会去回嘴，我就是一个就是哦好，那你就讲你的，因为我知道或许你在抒发你的情绪，然后那我也不会把这个东西放在我的心上，因为我觉得放在心上是一个很容易就会就像说委屈自己这样，我觉得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过去就让过去，从来不急，从头喜欢你，因为真正重要的是你自己啊，又干嘛要那么在意别人说什么这样？所以有些人如果会说什么，我觉得我会听，如果真的我可以接受，我就会接受这些话，
没办法接受，你就让他出去啊，反正又没关系，你也不用急着去解释说哦，我不是那样，我是那样。我觉得太多了，太累了。你干嘛不想想听听就好，然后自己开心就好。谢谢给你哦。就像不是耶稣就教大家说什么，人家打你两个耳光，你要打回去吗？开玩笑的，他没有这样讲，但是之前有个说法是讲以牙还牙嘛。可是我是懒得管人家，反正打的话，我觉得太夸张了。如果是话语伤害，我觉得无伤大雅。如果真的揍到人，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太白目了。我觉得就是要有人真的打到我，我觉得故意打到我的话，我想一下我会怎么样。如果人家真的在，如果一个女生讨厌我，然后她这样打了我两巴掌，我想一下我会怎么做。我可能会吓到，我想怎么了吗？就是怎么突然这样打？我会先问他，如果他就突然那样暴怒疯狂打我，我当然会踹他。我他会说你走开，你在干嘛？你有病吗？就是我可能会打，就是会踹他把他移走，然后可能就跑掉吧。想想还有什么，或者是去报警啊，或者是就跑掉。对，应该是这样吧。不然我也不知道你是演艺圈的人。对，我不是演艺圈的人。菲利他，你可是拍过武打片的，我会先去打爆他的肝胆。以牙还牙是伊斯兰教的，真的吗？光太线的相遇，我也不知道，以前就很常听到这个，反正就是朋友，不是生活上什么重要的东西。嗯，是一个很难跟你吵架的人，因为有时候人家跟我吵架，我都会蛮安静的，就是我跟我朋友家人吵架，我都很安静，就我会就是安静的听他讲，然后他可能就问为什么你就是，然后你讲啊，然后我就会这样一直看着他，然后我就安静的，或者是安静做自己的事。虽然有时候蛮白目的，可是就是你懂吗？就是不想跟他讲那么多。肥象，谢谢你的相遇，欢迎。可能他升级成为荒木娘吧。重读圣经。光太谢谢你的会员票，但是你知道？我喜欢演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假如说如果有人骂你，就可以直接骂他说不要吵这样，然后或者是你讨厌这个岳母，然后你讨厌这个后母，就可以随时催他，就是不用变成林婷婷，你就可以变成别人，然后去做这些事情，就觉得哇好爽啊！但是这个只有在演戏才会发生的事，你知道那个什么？我家人，我弟看完电影，他就说。你也爱生气，然后我就说我哪爱生气。乌诺姐分享直播，洋洋姐早安。你不是有跟我有吗？没有啊。变霹雳。因为我们是不看剧本啊，就很当下可以干嘛就干嘛。就我在排练的时候跟在恶霸对戏的时候，其实我骂他很凶，他还会被剪掉。就是有一段是我跟我爸吵架，然后骂他，我骂很凶，然后被剪掉。平时的阿丽不会是这样啊，阿丽可能就是不会在餐桌上奶奶或是阿嬷阿公面前
骂我爸说什么你有钱吗，这种是不会发生的事情。会啊，早上好，是没错、啊、那个什么木兰就是有也有剧本，然后我就偷偷露，就是我在里面也是蛮有个性的一个女生，然后我不太开玩笑，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个人特别吵，但我不说那个是谁，因为我们四个女生嘛，然后我就会跟他说你好出任务，不要在那边开玩笑，就是很认真的讲，因为他就一直在那边闹，然后我就会觉得我们现在是在出任务，你不要开玩笑这样，然后就很也算是蛮有个性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觉得，哎，这两个角色怎么都这么有个性，就是完全我不会去做平时会这样做的事情。然后，对，然后我记得还有一幕是撕心裂肺，然后那个撕心裂肺就是。我就不说那撕心裂肺的剧情是什么，但是我记得我那一天演完的时候，我的情绪是有点走不出来，就是我当我结束之后，然后我是整个人就是还在那个里面，因为你要想象一个人他在你的眼前，就类似像说被欺负还是什么，可是就是你知道那个东西是非常痛苦，因为他就在我眼前，我没办法帮他什么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很恐怖哎！就是我是连回到家，然后就是会坐在椅子上在那边思考这件，因为我隔天还是要拍东西，我就在看剧本，看，然后就一直在想这一幕，一直在想，然后就觉得啊、哦，好难过、哦。就像我看完《智齿》也是有难过个两三天吧，有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你听别人。看完别人的演出是自己去演那个很撕心裂肺的时候，你会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看这个些片，就是因为有时候就会有感同身受。你每天看球到底是本色发挥还是角色，这角色就这样，没有角色就这样，我真的我没有我平时是不这样的，你不笑的时候真的看起来蛮高冷的。可是我觉得演戏就是你自己，所以其实这些情绪是我自己有的，只是因为我不习惯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你只是把你不一样的，你平时不是那样对人的，可能之前的别的有个性的一两次，你再把它做出来，其实我都会有这种情绪啊，所以还是个人自己的所有喜怒哀乐在演戏，而且有的时候会觉得演戏其实不是把自己带入给别人，那个是你自己，你根本没有办法骗说你是那个人，你没有办法，你就是这个人啊，你就是你自己的个体，你在演戏啊。所以你看演戏那么多人不是对的，就是会假戏真做，他就真的爱了嘛，那我也就这样了。所以我就没有，我很不喜欢，我没有很想演那种粉红泡泡剧，可是我必须要想演那种家里会发生的那种事情，或者是很写实的一些社会议题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比较感兴趣，因为它就像打工一样，如果你演了一个上班族什么的，那我觉得也是蛮想演演看的。原来你是演的，哼，贾伯特，谢谢你的追踪。对啊，海伦是真主，你自己看的人都会觉得哇，他们好甜哦。对啊，不是真的演技很好。然后下戏就分手，好可怜哦。
有啊，有番茄酱，我没有加很多。我吃饱了。可以睡了是什么意思？Hello， 欢迎。我也还没有要杀青，我还在 AKB 的话就没有杀青，我还没有变成别人的就没有杀青。对啊，我只喝海盐咖啡。我想换歌。Hello， 人好，变成别人就可以跟我分开。我也不会变成别人，不会有那一天吧？谢谢笑笑，快转我要听 IU 唱歌。变成纯他，还好没倒。想绑包头哎、欸，宝莉会一直是我们的宝莉。好久没有绑包头了。好奇艾莉有喜欢的台湾歌手吗？张惠妹跟阿令，哈喽随心志林哥欢迎。将会像光头，你知道吗？等一下啊，我要去找橡皮筋。
好嘞。Hello。谢谢人豪，可能号码排到台湾好几圈了，什么意思？谢谢吉米粥，没有我。我本来就是年轻。我跟你们说，我一直洗鼻涕。对啊，巴拉什么意思？我就是可爱年轻的妹啊，没有啦，开玩笑，自己讲，好恶心哦啊！对啊，23岁年轻耶，干嘛？哎，我最近新买了一个眼线笔，然后我竟然刚刚画的时候没水，新买的，谢谢玉珍的新掌声鼓励，24岁喽，都可以啦。不骗人，退货了。对啊，你看，全没水。啊，要这样摇的啊！1/2，不能退我50块。哪个牌子的我也不知道，我跟晨晨一起买的，我下次看他晨晨的有没有。早安雨木木田木，阿里在八大手没 AV 里阿里高手是哪首，就是那个啊，能不能什么插进去一下下那个，被晨晨骗了，没有啊，是我们自己要买的。对啊，放进去一下就好。对啊，之前是只要这样子。却有水。踢主比较吵。都吵都吵。嘎逼，谢谢你的四叶草。放进去。
呦，这眼线笔很烂呢。就是面面红红红，隔壁是你的四叶草，有没有酒精？酒精在楼下，干嘛？有酒精怎么样？他感觉有一点下去了。半边在闭着。T 组有两个大大喇叭，谢谢志玲哥的会员票，把阿丽的心放进去我心里一下下就好，就一下下就好了，谁那么坏心？你这样做会不会搓出生活来的水？是不是不错？试一试那个笔头啊。哦，大嗓门。那如果用水，用手嘞，用水嘞？是没有水。他好像水有出来，可是他没有到头。就像教授说的，要用点那个酒精，因为他的水都滴在那个，他的水都流在这个上面，他下面都没有水。化妆水也可以，湿他的头吗？沾湿他的头就好了吗？是吗？然后呢？住在我心里更好。然后呢，陈家树？哎，陈家树好厉害呀！有了，오이시구나리모이모이 Q。50만이게조회수를넘기면저희가엉망진창라이브2탄을기획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아50만이넘고장범준씨와권정열씨의조회수员工感谢你的相遇 T 组可以把麦克风设下아니근데뭔가공약이뭔가그래도어려운걸해야지달성하는맛이지아그냥그냥그걸하자이게가수분들의팬분들을만족시키는게对啊，好像不能维持。可以啦。是他会分叉。果然是陈家树，你是女人对不对 ？BGM 怎么是韩语会说的话？在化妆品的专柜吧。宝丽从小是喝米酒长大的吗？我是喝那个宝丽达，因为我阿妈以前说那个是一个药，然后她都会给我喝一两口。可是我不喝酒的人，因为我不喜欢酒。이렇게오늘라이브뭐였지我不喜欢酒味。엉망진창라이브집콕라이브시간을因为我不喜欢喝酒。耶、yeah, ，我的眼线笔就好。小树可以帮忙带化妆品。小树可以帮忙化妆，说的他是化妆师一样。赞赞赞赞。宝丽倒是喝蛮牛。而巨小喝还是可以，我不太喝诶，可是因为我不喜欢，我有的时候是因为我跟我姐为了那个来结束，然后要那个补血，然后会喝几口红酒，可是因为我真的我喜欢，就是我是为了身体好，然后会喝，但是其他酒我闻到我就会想吐，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不是我喜欢的，因为我平时又不喝饮料的人，所以然后。如果那个东西喝的东西是有
就是别的味道，而且又苦苦的，就会觉得因为我喝过一口啊，然后就是很不舒服。我喝就是，哎呀，这个这么苦，怎么会那么多人喜欢喝？浅尝，而且我连那个鸡汤都不喝哎，就是鸡酒汤，没听过喝酒不行，有啊。红酒是补血，你们知道吗？娶你会不会被岳父逼酒？我不知道。鸡汤也不好喝，我喜欢喝香菇鸡汤，但我不喜欢喝那个烧酒鸡汤。喝红酒可以补，对啊，可以补身。对，麻油鸡真的我不喜欢喝酒的，姜母鸭我也不太喜欢喝，因为我不喜欢姜。羊肉乳也不喜欢，因为我不喜欢吃羊。人参乌骨鸡汤很好哦，那个我可以。开补血中的保养品与中药很多，其实不喝可以比较好。OK， 那个是体质问题的感觉了。可是其实我家人也不太很会喝啊，我姐也不太会喝酒。我觉得喝酒是一个习惯不习惯的问题，因为习惯喝的人就会练酒。我在拔眉毛，酒砖蛤蜊呢？那个我也不喝。阿丽应该过去辈子就不喜欢喝酒。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我说，习惯跟不习惯。你习惯这件事，你就会常喝；你不习惯，没有这个习惯，你喝了就是会减。那些刻板印象，对，大可不必。我也觉得刻板印象是真的没有必要去听，因为有的时候大家都说原住民就会很会喝酒，但我觉得也很多原住民不太会喝，所以我觉得大家问我的时候，我都还是会回忆，我就是哦，每个人不同，就是大家有喝跟不喝，其实是因为为什么？原住民爱喝是因为在部落，他们真的生活在部落，其实平时没什么事，就是喝酒这样，就是开心的这样。因为部落什么东西也都比较没有这样，像茶茶都没有喝酒习惯，就没人想喝，很好吧？而且我觉得其实嗨阿基，我觉得挑食小孩，对，我是挑食小孩，但你很会唱歌是真的，谢谢一凡。干嘛一直 Last Girl？ 我要听歌，怎么会有 V Lot 的问题？听歌，听单依纯。不过东部真的很多职棒，新是事实。跟阿丽直播说要喝酒，借酒淡妆才敢跟阿丽说话，真的假的？而且山上冷。喝酒暖身吧。刻板印象真的不太好，对啊，教育大家不要刻板印象，你们都很棒。我这一支跟那个什么，跟那个小三美玲同一支。我最近买了很多化妆品，还没到货。应该过几天来到货，就可以来画画看。虽然我是一个很不常化妆的人，但是
因为有时候表演需要用到一些不一样的妆容的时候，就会多试试看其他的。喝酒其实不能暖身，要喝到伏特加那种才是。哇，我对女生都很挑，没阿丽娜好看我都不要。少来。哎，我最近新买了一个眼影盘，因为我的眼影盘真的这个已经快要用到快要没了，都快见底了。上次谁拿我的化妆品的时候就说，哇，你的眼影盘都快见底了。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少买眼影盘的人，所以我就快要见底了。你看超多颜色都是见底的状态。谢谢 L 分享。那烈酒你们在座的人会品尝酒，我觉得品尝是 OK， 因为品尝它都是慢慢喝，然后它也可能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好的。不就只用大地色？对啊，因为我不会画红色的。很好，不喝酒很棒。能这样用真的很厉害，可以当调色眼影盘。我也不太喝，上次是在萨利亚点香甜酒，萨利亚有香甜酒，这么酷。我戒酒了，可以吗？可以，很棒。少喝啦，我觉得。可以喝，但是不要太常喝，伤身体。只是提醒你们，但是你们想怎么样都好啊，好吗？可以画成蒙娜丽莎吗？有事吗？我画成她干嘛？呵护你。呵护你是什么啦？这也蛮厉害的。可能是人在失意或挫折时，很容易防线破掉失控。你说他会喝酒吗？其实。你们通常心情不好，你们都会做什么事情？像我就是会出去玩的人，我会去放松，而且是一个人，最好不要有人跟我。就是我心情不好的话，我会想出去走走，就是去哪都好，但是就是会去走走。主播，我刚刚差点滑倒，你有什么头绪吗？还好吗？你们怎么样？这么久的梗了，只是哈勇爸爸是不是只喜欢会喝酒的女婿吗？我不知道，心情不好就看宝莉啊，去看海或去爬山，跟我一样 L， 一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嗯，这不是什么歌词的一段歌词吗？一歌名的一段歌一个歌的一段歌词。早安阿哲 Sally， 早安，买衣服啊。欸，我最近也是很爱上虾皮，然后在那边瞎逛。我最近超爱瞎逛买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太久没有，我过年完全都没买东西，你知道吗？我没有买新衣服，我也没有买，因为我平时就很爱买东西了，只是因为我最近就想说，因为有拿到一点红包嘛，今年不知道什么特别有红包，开心，但也没多少，只是就是觉得好像可以买一下。我最近就买化妆品，然后还有一些帽子跟常练习会穿的裤子，因为我有一件裤子常练习常穿的可是不见了。还有红包好赞哦，不是因为我上前几年都没有，今年就有，可能知道我缺钱没有啦，可能知道我生活很辛苦，
谢谢有人投包红包给我。又买新帽子了，推荐一个让你没钱的网站。我刚刚是怎么样？啊，我找到我的练习，不是都爱穿爱跌倒的裤子？我没有，我其实几乎都没有那双那个裤子。阿妈知道你缺钱，向上看。宝丽去年开始就很旺。我的人生没有什么忘不忘，生出来就很幸运，能认识大家就已经很开心了。我现在在刷眉毛，因为我的那个头发是咖啡色的。时来运转，而且我突然化起妆来，有钱就开始上虾皮。家叔说要买很多小心送给你，这么好，没有啦，看不到就算了，不送你。我要看哪里，宝丽有没165？我没有165，我才162、163哎。而且我有时候身高很特别，有时候量的时候是162，然后有时候量是163，就是有的时候驼背跟。站直，Hello 天涯，欢迎时来运转家居老板。确定现在有162吗？有啊，我每次量身高的时候其实都是162，但我都写161，我身高都写161。我是高脸是吗？可是大家都说我算是，可是我觉得身高有过16就好。或者说179，有时候181，真的哦。要出门了，好，我今天到1点，162是不是长高了？之前不是才160吗？可能真的有长高吧，我也不知道。上次去是身体健康检查嘛，然后就量体重，然后而且因为我弟183嘛，然后我站他旁边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哎，其实我觉得我长高了，之前可能是在他的哪里，然后现在就觉得有点长高了。对，不要再长高了，才163。巧乐欢迎，可是脚可能是脚长吗？几头身啊，我也不知道欸，因为我没有看。弟弟也太高了吧。对啊，我弟他们就超高。我后悔握手会舔祖祖跟果果了，这样你要抬头看弟弟。对啊，他们很高哦，陈家树，你就穿个增高垫啊。期待陈家树来哦，吼吼。阿丽只是不高，我也能在任何中看到他。你就站在镜头后面来解读，来看看你几头身。不要，我家很乱，等一下看到我家。我房间超乱的，有没有发现我都整个头都占满了我的镜头吗？是因为我的后面很乱，一定会借高跟鞋给我。好，我借那个金马的高跟鞋给你，我那时候穿超高。
超级高。你看，有擦睫毛膏真的是。我今天只有擦宝宝的一层，因为我觉得眼妆好像可以花一点。原来一直拍大头还有这种作用。艾丽有一个会变胖的椅子吗？什么意思？一颗头跟一个身体。多久没有好好整理的房间？很久了耶。过年前还有整理哦，可是过一个过年回来之后，就是开始练习。挖变高很简单，入赘给晨晨就好。以前不是都整理房间，虽然从来没完成过。动漫节我在最后面，只看到琪琪跟阿里哭啊，辛苦你了。Hello， 剑骨，谢谢你的兔儿。剑骨早上好啊。Hello， 化完妆，化完了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化起妆来，整理化妆品，整理到化起来。上好啊，建国。Hello 阿娥，现在都变懒了，都不爱整理了。对呀、啊，坏蛋。建国，早安，早安。变爱美了，宝丽揍我，揍你。玉人真的是，悠悠哥没有了，谢谢你的夸奖。谢谢玉珍的荧光棒。宝莉是在山上读书还是山下的？山下，山下。山下读书的。任何关系，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提醒自己别逃离。那你那时候是班花还是校花？我是春花。没有什么花，阿丽不是花。阿丽什么花也不是，我是一朵小花。18号决定请假，有过去就去见面会，很好。早上好，助理。嗯，会员早安。无聊的读，我刚并不是喜欢美女，只是我的爱阿丽刚好是美女而已。谢谢无聊的读，我觉得我游不了，不赢无聊的读，真的太有了，我认输。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对，我就是那个概念，然后还可以生存。好好笑的比喻哦！你们是开油行的，对，你们就是开油点的。
我有看那个《送你一朵小红花》这部片，可以来一份咸酥鸡了吗？了吧？有够有认输了，朱莉安，谢谢你的兔儿。你看我刚化完妆，然后我的鼻子一直过敏，好不舒服，真是。那是什么发什么发虚啊？法器，谢谢你们都教我这么多东西。猜不透，我们来唱歌，看他什么歌可以唱。我们来唱屋顶。你们当男生唱起来，只看同一组了。你那个爆炸犬观看数好高，大家好喜欢，那很可爱，教了都五秒忘记。法纪，你们先唱，猜不透保利，这不是教吧，这是国文造诣。小心，我还是不确定，怎么会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一朵花，用天线拍成爱你的形状，在屋顶唱着你的歌，让星星点缀成最浪漫的夜晚，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先闪人，拜拜，辛苦了，加油。你们先。我照片弄好再给你，我找不到挖鼻孔的照片，可恶！这个法式就不会掉了吧？不会。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么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好老歌。用天线拍成爱你
形状。哦，在屋顶唱着你的歌，让星星点缀成最浪漫的夜晚，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纠结，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将泛黄的眼线归最孤独的月，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宝莉去唱歌。让我爱你是谁？让你爱我是谁？怎会有动人旋律环绕在我俩的身边？让我爱你是谁？让你爱我是谁？原来是这屋顶有美丽的邂逅。谢谢荣哥的掌声鼓励，我也都忘记歌词了，看看什么歌。啊，谢谢朱莉安的掌声鼓励，谢谢好人的掌声鼓励。心动吗？嗯，我不会，我只会女生的歌。我们先来点一点低一点的歌，就是不要太高，就是毕竟我们还爱那个噔噔噔。午安秀一，林小培是女生吗？怎么唱？等一下，我先找找看他的歌怎么唱。他的名字怎么那么像男生的名字？我可能会哦，我对这首歌好像有点印象。我先听听看《心动》，谢谢茶茶的掌声鼓励。如果相识是一种缘分，那分手。好高，午安一晨。以为你在哪里？叫烤火的房，阿丽会唱啊。曾经爆红的一个艺人，可惜出事就没办法在一起。说这个人吗？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就让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环绕着蓝天，如果不能够永远都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怀抱的福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李小以前真的很红到一个不行，因为酒驾撞死的，好恐怖哦。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环绕着蓝天，哦，如果不能够永远
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福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林小培。还有一首歌很好听 Reset 的第三首歌，可以做你女友吗？都缺乏什么，我们才会瞬间就不快乐。单纯很难包袱，真的假的？真的。他的眼泪很好听，好，我等一下放。许多事情都有选择，只是往往时候我才懂得，情绪很烦，说话很重，人和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要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某天那落渴求自由。好好听哦，我说他唱得很好听，谢谢。谢谢家树的兔儿爷，谢谢圆滚滚的相遇，谢谢终于的相遇。就算爱也会变冷淡，哎，他在哪里？就算爱也会变冷淡，可是现在抱的你是暖的，我不晓得，我不舍得，为将来的难测就放弃这一刻。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好好听呢，他也有唱一首歌，张碧晨，他有唱这首歌，也超好听。我觉得张碧晨唱歌好好听，最近很喜欢听他这首歌，可不可可以。是拥有占据，
要找歌词。任两颗心拉远距离，却无能为力。像乌云住进了身体。这首歌叫骗哦。亮着灯也感觉压抑。在孤独志祥早上好。学着冷漠，学着狠心，学着忘记，不让人发现心里面的倾盆的雨。听你在骗，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歌啊？哦，这首歌叫骗哦。OK OK， 是吗？是吼，这首歌叫骗。那为什么歌，为什么歌上面是写可不可以？如果爱是拥有占据，我怎么松开手放弃？任两颗心拉远距离，却无能为力。拜拜。像乌云住进了身体，亮着灯也感受压抑，在孤独中渐阳冬季，再见了相遇。我可以学着冷漠，学着狠心，学着忘记，不让人发现心里面的倾盆大雨。曾一起哭过，笑过，痛过，梦过，关于你所有一切绝口不提。我如何骗过内心，骗过眼泪，骗过自己？谁说的爱过就一定会留有印记？我们的爱情若按下暂停，告诉我可不可以？哦，原来是这个可不可以？有红包，大家要抢红包哦！上面可能想骗我。嗯，这位早上好 ，Nico， 谢谢分享。好的，好的，阿娥辛苦了，路上小心。可不可以？可以。像乌云住进了身体，亮着灯也感受压抑，在孤独中同样拥挤，再见了相遇。我可以学着冷漠，学着狠心，学着忘记，不让人发现心里面的倾盆大雨。曾一起哭过，笑过，痛过，梦过，关于你所有一切绝口不提。我如何骗过内心，骗过眼泪，骗过自己？谁说的爱过就一定会拥有印记？的爱情若按下暂停，告诉我可不可以？平静的也彻底。有啊，刚刚他们有说林小培以前很红。Hello， 陈瑞，欢迎，谢谢追踪。如何忘记？我可以学着冷漠，学着狠心，学着忘记，不让人发现心里面的倾盆大雨。曾一起哭过，笑过，痛过，
时代过去了。没有啊，是真的，你打张碧晨可不可以，他就会在那个上天亲吻过的嗓音那个什么的那个频道里面，他是写可不可以，然后下面很多人留言，然后说这首歌明明就是骗，为什么是可不可以，然后就写错了。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一开始听的版本是他在那边唱的歌，我觉得很好听。我觉得张碧晨唱歌好好听哦，最近我很喜欢听他唱歌。我们就来，你小的是我妈的年代，真的、哦，只是时代都过去了。我的年代是阿里。哦，他的眼泪，对，我忘记了。哦，怀旧啊，对啊，记得。这个旋律很怀旧的。说永远还太早，爱的变化太难预料。说爱我太潦草，没有一次说到做到。多少次你和我一言不合就拉倒，每一次感觉是我妈年代了。会打很深吗？不会啊。而且我这个打的没尾没头，哎，我这样会不会很亮？好像很亮，好像太亮，不要灯也可以，这样。我觉得很暗。说爱我太潦草，没有一次说到做到。说到做到。或许是你对情人的条件特别挑，或许是他那放纵的美丽难得着，才有机会进来爱情里打一架。不用打灯了，因为阿丽自带光芒。灯光师是你。慢慢推。我最近好想听关诗敏唱歌，他都一直没有出东西，好想念他。
听栗子唱《时间煮雨》，很好听。阿玲会唱吗？不会耶。《时间煮雨》是谁的歌？昨天晚上的事，我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吧。是真的，如果而已。我来唱那个《流沙》。TikTok。也不是真的，不会想你，全都不是真的，是骗自己，其实还爱你，爱着你。我以为我早想清楚。我来唱女生伴奏的。不然你可以唱个关诗敏的 cover， 说不定可以调到本人出来，好像不错哦。真的喜欢他唱歌，觉得他唱歌很好听。他唱歌有一种，他其实声音也有一点像，就有时候他唱张惠妹的歌，我觉得跟张惠妹的声音有一点点像。郁可唯吧，郁可唯哦，你说时间煮雨是郁可唯的吗？郁可唯我会唱他的那个有一首歌，有一点像，你要去听他以前早期在星光比赛，并不是真的路过而已，也不是真的。不会想你，全都不是真的，是骗自己，还爱你，爱着你。我以为我早想清楚，不由自主，恍恍惚惚，又走回头路，再看一眼又过的幸福，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随它去吧，我不害怕。爱情好像流沙，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Oh baby， 让我这样吧。他有点难耶，这首歌有点难。我通常都是听着人家唱我才会唱。并不是真的路过而已，也不是真的不会想你，全都不是真的，是骗自己，其实还爱你，爱着你。我以为我早想清楚，不由自主，恍恍惚惚，又走回头路，再看一眼又过的幸福，爱情好像流沙。
挂，不愿放下。Oh baby， 让我这样吧。好累，对啊，时间，我先来听听看。谢谢好人的掌声鼓励。哎，那个关诗敏有唱哎，那我们来听关诗敏的版本，好不好？哦，这首歌，以后我只听你的版本。谢谢玉人。对不起，有我充电。对不起，对不起。正道卡。有了有了，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现在是我们说好，他太高了，是他太高，他太高了。关诗敏怀孕了，哈？骗人！还好不用说对不起，有了有了。颜值在线，网路掉线，真的假的？认真？不可能，骗人！不可能！等一下我来看看，我打关诗敏，应该就会有了新闻。怎么可能？骗人吗？养膘养多多之后，每天都觉得的骗我，你说谎说谎，骗我骗我。我也没有怀孕。到处说一起闯天下，你还记得吗？那一年盛夏，他说吃了三个月的肚子。我们手拉手也沉舟，划过悲伤。你曾说过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现在我想问问你，是否只是童言无忌？天真岁月不忍欺，青春荒唐我不负你。大雪求你
记，大雪也无法抹去我们给彼此的印记。河西青草林里，明月送君千里，等来年秋风起。怀孕怎么可能去玩赛车？早上好啊，唯一。梅布早上好，梅布谢谢分享。刚是看到什么谣言？刚有人说关诗敏发了粉专，说她三个月把肚子吃大了，所以她说她怀孕，她也骗我，我去看了，骗人骗人，说谎说谎。哎，听到这种歌，我也记得有首歌我以前很喜欢，它就是也是很，所以我忘记了那首歌叫什么。我记得，等我一下。好像是《明日之女》里面有个女生唱的，那个女生叫做啊 V E E G E E V E E G E E， 她好像是唱《年轮》吗？这首歌。这首歌跟刚刚那个很像，它就是也很像是古装剧。那个谁不要跑火车啊？谢谢伟的掌声鼓励，灰原谢谢分享。这首歌也很好听哎。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黑夜是我一个人等清晨。时间最痛的旧恨是遥远却无分，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身上的青春倒也过得安稳，代替你陪着我的是年轮，数着一圈圈年轮，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但我想听别的人版本。我们来听张碧晨的版本。
Love 恶魔，欢迎早上好，呜早上好。原子族要跟我联播哎、欸，我们拒绝他，拒绝他，看看他是怎样。Hello， 我刚刚还跟大家说我要拒绝原子族，然后我还是按了那个接受。为什么？那你拒绝我呀？我要开玩笑啊。你可以拒绝我，我不要拒绝。你不要拒绝我，你可以拒绝我，我只是会受伤而已啊！所以我才没有拒绝你啊！这就是情勒吗？不是，不是啊！你刚直播有？哦，对啊，好好看哦！嗯，我们买的贴的，用贴的，不是我们一起去买的。你做成这样？对啊，好厉害哦！这是肤色的哦，你看得出来？你自己用的？对啊，好好看哦！我还没涂，因为我不会涂指甲油。没有，我今天要卸掉，明天要 work。哦，等一下哦。你要播到几点？要播到一点吧？你几点开的？两分钟之前。哦，你是 OK？ 我是十一点半开中午的 OK。对，但我十二点这样刚开，打屁股哦，打屁股哦。今天 work 吗？对他明天要 work。他说的，对，今天算不算 work， 但今天要跟宝莉见面。哎，我们会见到吗？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的行程表，明天是干嘛？好，你确定？明天我要 work， 我啊、oh, ，OK， 那我跟你不同事，但是也是有事，我也是有事。面试有事，那明天不对，那今天嘞？你今天晚上啊，晚上要去嗨，要去嗨，我们要去那个啦，不醉不归。我没有，我才刚刚跟大家讲到，我不喝酒的人，真的，宝莉真的不，不要开玩笑好不好？因为我是一个只喝酒的人。没有，我不知道，我没办法想象，如果真的喝酒醉会怎么样？好想看哦！一定好笑，一定就是一直不知道干嘛。没有，就下一秒就是他喝醉后晚安，然后就睡着。也有可能。我们今天不会碰面吗？不告诉你们。谢谢嘎嘎逼的哇！谢谢什么？这是什么之梦？谢谢伯承。哎，宝贝，你有看过我喝酒醉吗？没有。你有没有给我看过？那我们要不要找一天一起去？我没有，就不会喝。我们不用，我们不用去，我们就去找一个，找我们可以在自家买，然后家里，然后我们然后高晨晨十八了没？还没，没了。我们不要找他了，我们要找小三美玲。小三美玲十八了吧？十八了啦，十八了。那找小三美玲，我都觉得他们还是孩子，你知道吗？然后上跟高晨晨说：“哎，你国三了。”对啊，他高三了啦。对不起，你还在国三。对不起嘛，我还觉得我、这个、你这不应该哎、欸，这个你把它变太小了。对不起，我不用戒酒就可以装疯，我每天都装疯卖。直播上的酒局是什么画面？
宝贝，你有这个猪猪吗？我们一起用猪猪好。好啊。嗯，健身达人吗？嗯。我不用戒酒。正在用身高判断晨晨的年龄。对啊，你干嘛？你干嘛用身高？我这爸爸都放你。我等一下，是怎么啦？我家人怎么了？我在直播，等一下我去拿东西一下。等我一下，我拿个东西。我先把我吃的，因为我刚刚吃完，然后还没有。这是我的早餐。真的，你才刚吃早餐。晨晨被排挤了嘛？年纪小不是错，那只是个孩，啊，只是个孩，啊，不可。还是偷偷不行，未满十八岁，请勿饮。啊，在这边。喝酒最麻烦的就是交通，在家最舒服，我也觉得。张小宝是谁？还有吉米周周。啊，我好了。哎、哦。好。来来来，等一下。对。宝丽，你跑后面衣服很乱。嗯，几点？宝贝啊，衣服用椅子挡一下。哪有？宝贝，你的衣服好乱好乱，你把那个椅子遮一下。对啊，我的衣，我刚刚，我跟你讲，我刚刚就跟那个什么。我刚因为那个什么有一个哎是乌诺嘛，他就说阿丽你可以就是站在后面，我帮你看几头身这样。然后我说不行，我说为什么我的镜头拉这么近，就是因为我的后面的衣服很乱，因为我说我从过年之后都没在整理房间。我看到了，你刚站起来我看到了。可是、哦、对呀、啊，我只有衣服，因为衣服是一个可以乱丢的。哦，呀！虽然我现在家，怎么了？不要看留言了。对啊，房间就是乱，酷。不行，我不能给大家看。我房间呢？我房间应该只有床是干净的。我的床也是干净的。因为床睡觉很重要，可是其他地方衣服乱丢可以。我因为我怕我带到我内衣。可是我有一个专门丢衣服的那个篮子，不是篮子是桌子，就是我那个桌子。刚刚你看那个是桌子，就是那个桌子，因为我不能丢床上，所以我就丢到桌子上。哦，能明白。然后就是那个衣服可能只穿了一下，还没有很脏，对对对，就要花有点浪费。对，然后反正就是再把它那个想要穿的时候就直接拿起来。对，我懂。对，这是方便。我有一个专门这样放的。我是折起来，我的那个柜子比较小，要折起来。我要丢。我在讲什么？就是穿过就要洗啊，要穿过啊，可以之后再穿。衣服不能每天洗，有些那个便宜的材质很容易坏掉，除非你有流汗。对，而且对啊，而且冬天的时候明明才穿一下下，你就把它拿去洗，那这样很浪费。真的，浪费水。衣服不对啊，衣服不，对吧？我说的有道理吧？没错，没错。我们不会流汗，我们练舞会流汗。练舞的衣服会洗啊？我也是。对，练舞的衣服就是都是比较薄款的。哦。谢谢志伟哥，你们因为我们都是香的啊。对啊，我们都是谢谢。对，外面很脏，外面很脏，不要放在跟干净的衣服放一起，就是脏的，就是脏的那区啊，对不对？嗯嗯，
奇臭无比。宝贝，我其实想来，那我要开始去直播了。对，你要陪你要陪你的元宝宝们。他们是竹笋们。啊，对对对，原竹竹笋，哇，那他们是阿里耶。对啊。好，你去陪你的竹笋们。我是你的长大版，因为我是竹子，你是竹笋。哦，对啊，你也可以是说竹子。然后是竹笋，哎，好像不错。好，以后都叫他们竹笋。你是一家人。嗯。你叫小竹笋。对。那你们是小布布们。对。布布们。布布们说，他哦，你是一家人哦。啊，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我们是 family， 我们是同一个科同一个种，同一个属，同一颗同一个同一木是吗？同一木，同一木是什么？就是它什么科种属木什么？你知道那个分类你知道吗？哦，科类的什么什么系列什么科什么？哎，我们是同类人，我们同一类人，同一类人，我们都是人。所以我们是一家人。你知道为什么同事不知道？主主敢不敢跟七姐？七姐会拒绝我，我已经知道了，不用。真的？他会拒绝。有个性，很棒，很好。对，他觉得运主好烦，关掉。像阿里就是没有个性。对啊，你看你们刚入科属种，哪一届？哪一门？哪一纲？哪一门？哪一纲？哪一科哪一属哪一种是哪一页阿姨的话七七应该我是不 我跟你讲我去笨到我不会按连播上次跟高恩成想连播怎么按都不会还一直迷以原子组我想说怎么用我就说算了我不想用了至少是我一下下没看手机就瞬间堆满了几百这个手机狂迷你我想说怎么了至少是他们说你在哪原主你在哪我还想说完蛋了我这手机要出现在哪里对啊哎、欸，通常这样就代表说哎、欸，是不是有练习然后我没有出现这样子通常都是这样因为我之前也很常就好像是因为到教室然后谁会提早到然后小三美玲就会一直问在哪都会很紧张我想说哎、欸，是这个是明明是那个他可能是我们12点要到他可能11点就到就一直赖我我想说该不会是11点然后记错时间这样我真的是我都知道好啦那先讲好而且你好荡哦宝贝我好荡对啊你的声音一直卡卡的真的对对对对对这样子好你赶快去跑你赶快去陪那个竹子们赶快去跑沙赶快去跑竹子们好啦我要去跟小聊天了爱你哦拜拜布布们要聆听力哦他们很乖他们很棒乖哦他们100分100分哦嗯拜拜你按叉诶是我要按对不对我可以我可以我按叉拜拜拜拜是我卡还是他卡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他刚刚好卡美玲每次没有因为有时候看谁会先提早到就会问我们在哪之类的像我都是提早半个小时到而已我不会到提早一个小时太早了而且我到我不会赖他们我就是会先自己练习这样都卡是都卡吗来一场先把这个关掉我没有喜欢特效好连够了连够啦打声招呼我一直觉得我的脸很暗耶还是就不要打灯没有打灯就很暗太亮
我也很久没有唱歌了。下访观光棒，我觉得应该拿一个白纸。宝莉要吃午餐了吗？不知道吃什么。有吗？有白子有功效吗？这样有变白吗？有这么难吗？念四个字很难啊。宝莉要吃午餐，好亮，这样会太亮吗？刚原子珠超亮欸，它为什么可以这么亮？吓死我！这样会很亮吗？不会吧？你们中午想吃什么？因为我还没想法。还要喊还要哥哥。你在跟祖祖瞎聊的时候，我已经吃完便当了，也太快了吧！四点才吃，你说四点才下班然后才吃饭，因为祖祖油亮亮的啊，刚刚很像外太空连线，就是一个很白，祖祖本来就很白，他真的很白。早上好，超哥。没有，他比较白，祖祖比我白。超哥，谢谢分享。没有想睡啊。早吃的，你们想吃什么？跟雨林在一起更白，有吗？没有吧，雨林也算白的啊。那有 feel 吗？嗯，不知道吃什么。我确定跟雨林站在一起会更高。喂，很坏耶你雨人。雨林是可爱，可可爱爱，很多人要。我要来听那个郑兴慈的《对的自己》。我刚开始犯雨林的时候，他真的，大家现在很白啊。我觉得是以前都会不懂，不太习惯去防晒，但现在长大了就是会去防晒，会懂得注意，就是美白啊什么的。因为我以前也不太会。嗯，黑小宝很可爱。笑着有泪，是否有点？黑小宝这名字好可爱。中英晚上好，早上好。
是吗？没有看你黑过。以前啦，国中国小的时候特别黑。午安啊，俊生。转身望眉，全是我的图也不回，不小心你抹却满手的眼泪。最傻的是谁？妥协的是谁？不止一天两天，有你的拥抱来定位，然而我是谁？飞鸟或鱼类，可能找不到对的自己，对的人永远不会出现。你们的大前辈阿布桑，刚进哦，真的，就像七七高中也是，待不久我们去搜寻。我应该都是国小，因为国小太爱玩，而且都在山上玩，然后就不会去防晒什么的，也有黑过。其实我拍完一秒一秒约好之后，也有变黑。嗯，我只有命运黑。嗯，这什么东西？你有像李玄那样黑？嗯，没有，但是有比之现在的肤色黑个三四度吧。哎，有哦，好像有跟李玄一样黑过，因为那个时候是在，我想想是，好像是，反正就是我是去童万姐玩到很疯狂，玩到，就是都没有防晒，然后黑到那个脱皮，然后等一下，怎么啦？等一下，我等一下再吃好不好？上奇异果要吃，那个奇异果可以吃哎、欸，我的衣服超乱的，后面果然很多东西，很多那个啊，奇异果，一直塞东西，哎、欸，我这样很像猪哎、欸，其实某一种层面我很像猪，但我觉得算了。说要你折，但你没有看到，笑死！我没擦，我宁愿给大家看到我的一面，也不要让你们不知道真实的我是怎么样。来拍一个奇异果，无聊发文。
至少拍给你吃奇异果。我拍我吃奇异果，这样吗？这样。最近很爱自拍，只是都没有发文，因为我最近真的是很懒得发文，的文案想不到。我随便拍啊，有点酸。有点酸。哎，但我觉得这边拍照很好看。胖嘟嘟的脸，你看我给你们看我今天拍的，我觉得这个奇异果有点酸。大家可以发文，可以发个文，看一下可以发什么限动。然后大家说吃奇异果要发文，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傻瓜？有点酸痛，不是酸痛，有一点酸痛是什么啦？有一点酸痛是什么？是说，这是说，我是说这有点酸。酸痛。我先跟你们说，我等一下30分要关播，我提前半小时关播，因为我等一下要去修车。刚刚我家人叫我跟我说要去修车，所以我就是因为我等一下要骑摩托车载他去，然后不是，是我他要去修车，然后我要骑摩托车去载他，载我家人。所以我今天就关到开到30分，对。我要听李玖哲唱歌，我想李玖哲唱歌超好，那先念吧。好，他以为你车又怎么没有了？我要去载我家人，不然他这边等也不行。钻石板棒。从最后一名开始，33名谢谢肥象，32名是光泰，
31名是阿贤，30名是低调，29是茶茶，28是加速，27是加阳，26是 CELINE， 25是五八高粱，24是乌诺，23是小小，22是剑骨，21是荣哥，20是 L， 19是咳嗽咳到吐，18是雅哥，17是随心，16是阿北，15是玉珍，第14是欧比王，13是朱里恩，12是傅伟，11是什么？志玲哥，第10名是好人，第9名是草莓酱。你总这样说。第8名是一凡，第7名是嘎逼，第6名是伟，第5名是博成，第4名是钟颖，第3名是黑杰克，第2名是鸡米粥，第1名是圆滚滚。谢谢1到33名，还有今天陪伴我的大家，谢谢你们陪着我聊天，然后聊天，爱你们哦。关键的地方，拜拜 ，love you，love you。九泽的声线真的有特色，谢谢圆滚滚阿丽，谢谢玉人，黑流星，黑流星了，哦，对对不对，对不起。Hello， 亲密的爱宝莉，下午，对不起，我想说哪有我，对，刚刚是黑流星，说错了 ，sorry。你总这样说，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这是唯一的。拜拜。黑流星。都黑自备的，黑自备，对不起，对不起。我跟你讲，李玖哲那一天在金马五九，哇，唱得好好听哦。是我想太多，都是黑，别计较了，对不起，对不起。毕竟人家在 ，sorry， 对不起，黑流星，是你，黑流星。对不起，你们一定是家人都姓黑的。对，第30名是黑那个啊，不是，肚子好痛，突然开始痛喽，开始喽，真的开始了。你们讲一讲，就开始有点肚子痛，是怎样？是怎样？九泽实力派的，我跟你讲，他在金马真的唱超好听的，而且我现场是戴着耳机听他唱哎。拜拜。你怎么跟我妈一样？不会叫错。拜拜。